就慢一点点，这个机会投篮机会就没了。里根，里根一个掩护挡顺，看，尤度防的不错，里根。救回来啊！哎呦，晃飞两个，不错，恭喜恭喜。右边是王彤的担当掩护，再转移球，底角完全放空的里根虚晃一下，左侧横移转移球，里根这边虚晃突破，急停的中距离出现的优势，而且对手已经满犯了，掉，是会起到效果。屏幕先再来一杆吧，看看转换三打二，看看里根的选择，自己来。金志强的远投没有投进，给太低了这球啊！今天啊，里根外线拿进来之后扛进来，好球！内线吃亏，打到最后你还是内线没人，里根直接扔了。阿图姆的三分也没有，这是反了。里根还是一名啊，非常善于通过队友的跑位。这边农大力其实是个错位啊。还是大里根，但是外线投里根，哎，里根打转换打快攻，效果还不错，哎，还可以，其中图分转的不错，好，没有任何配合，对，啊，没有掩护，再打一个转换，里根。正面突破，扛很好的去完成了补充，也托泰再转球给的不错，第一脚里根的三分反击，找里根、有没有空位的三分？里根扛一下稳，里根在、有没有发挥？好球，里根在。而且里根接球之后直接，非常年轻的几乎没有经验的球员打到了50%胜。里根的三分，整个上海的战术，他这种延续性都是不够好。里根断了，但是没有能够断下来，反而是形成对方别摊手啊！里根顶着防守把球一传啊，直接被抢断，三打一，太小了这个位置，上线里根三分球。霍斯没有能够把球打出界外，里根外线三分球，看需要三连为主。里根能不能投进？里根，里根强打篮下，